不给他亲，他会把我给吃掉。而且如果给他亲一下，就能把他赶走，要亲吗？真的要亲吗？真的要亲吗？我今年75岁了，在我20岁那年，曾经救过一条人鱼，我们过了一段开心的日子。但我知道，他在陆地上其实并不快乐。他离开前，我们在海边告别，拥吻，一吻完，他的下半身瞬间化成鱼尾，回到大海里了。你要干嘛？笑什么了？你要干嘛？你不要再笑了！我不要、啊，我不要、啊，我说我不要、啊，我不要、啊，我不要、啊，我不要、啊！别！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，那就是初吻。但如果不给他亲，他会把我给吃掉。而且如果给他亲一下，就能把他赶走。要亲吗？真的要亲吗？真的要亲吗？